您啊，赶紧来吃一吃。哎呀，漂亮，漂亮，漂不漂亮？正不正的？为你唱这首歌，没有什么风格，它仅仅代表着我想给你快乐，为你解冻冰河，为你做一只扑火的飞蛾，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值。我这辈子唯一拿得起放不下的只有筷子。好不好吃都靠这份酱，像圆周率一样精确到3.141596。俊俊俊，发酵家里蹲，十锅拌饭酱。我们先把香菇、青菜、豆芽、洋葱、西红柿、胡萝卜、肥牛卷电锅炒熟，再把中午剩下的米饭倒进去煮到滋滋滋的声音，不要换台啊！重点来了，调酱，两勺辣酱打底，一勺甜面酱，一勺蜂蜜，胖胖少女加两勺无糖雪碧，一点蒜蓉转一圈，炒熟的菜挨个装碗，再煎个半熟蛋放中间，淋上酱汁，这都不上头，还能有啥上头？我父亲从事卤肉行业30多年，我把配方配料打在视频的上方，特点色泽红亮，肉香味浓郁，生意火爆，喜欢的双击收藏。比蛋挞还好吃的布丁，你想试试吗？三个蛋黄，十克白糖，十克面粉，180克牛奶，搅拌均匀，过滤一下，200度烤35分钟。这是什么神仙布丁啊？超级嫩滑，你一定要收藏起来。当灰烬查封了凝霜的屋檐，来茶来茶。3、2、1，草原最美的花，火红撒人浪，一梦到天涯，遍地是花香。流浪的人儿啊，心上有了他。寻酒过，你在角落。春风吹不到我的杨柳腰，在这桃花源里蹦蹦跳跳，少年的模样归心太早，燕儿它也双双飞来摇，桃之夭夭还绿了芭蕉。我想让自己更嗨，我想让自己更嗨，我想别人都为我喝彩，我想让自己。日子匆匆走过，不理我又怕减薪，几关我爱你，无畏人海的拥挤，用尽余生的勇气，只为能靠近你，哪怕1厘米。爱上我爱你是你
正一贫如洗，寒窗苦读，离开你时你正金榜题名，东方还在南方等我，下山的我的人叫小罗。咕噜咕噜滚下来，小老鼠上灯台偷油吃，嘿嘿下不来，叫妈来，嘿嘿妈不来，咕噜咕噜滚下来。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采用最朴素的烹饪方式，忙碌了两个小时，师傅开始制作燕皮。炊好的羊排肉啊，很香。